我们已经分开十六年，依图，你现在缺女朋友吗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暂时不想找女朋友。你真的跟人家表白被拒绝了？好久不见，过去这么多年了。 到底对于那样有没有意思？我会忍着不想回应吧。我一直在想，我能给他什么？晶晶，你属于耀眼的世界，而我属于另一个世界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跟你告别，但是他却偷偷的给你准备生日礼物，这是为什么呀？ 心里只有头顶的天空，你不该耽误别人的。雨桐，你应该积极一点。真的喜欢一个人是很冲动的，我会犹豫挣扎，我会想那么多。我早就后悔了，该怎么挽回你？我想选的人是于途。 接下来的事情都交给我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